我建议啊，打沙袋没劲，要不然我陪你练练。行啊，正愁没人揍呢。外边风可大，别闪着舌头。 咱俩应该赌点什么？赌，赌什么？你看啊，其实这事儿特简单。如果说你赢了，我答应你一件事儿；要是我赢了，你答应我一件事儿，怎么样？你又想耍什么花招啊？怕了？那我回去了。我有什么不敢的呀？ 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要是你赢了，你随便提要求，就算是你要天上的月亮，我都给你摘去。可要是我赢了呢，你得答应我，告诉我你心里那点秘密。这是怕了，你早说呀！你这不折腾人呢吗？我怕什么呀？ 我的字典里早就抠掉了这个"帕"字。不会吧？你把我那本字典偷走了？哎，我没拖干净，你这不合适。还早呢。